连假天气喽，今天起床有明显的这秋意满满的感觉哦。那么受到这锋面的接近，北部还有东半部的地区降雨几率高，整天都有不定时的局部阵雨，尤其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的地区下雨时间是比较长的，中南部地区则是天气相对稳定。气温方面呢，各地的夜晚还有清晨气温大约会落到24度，白天的高温桃园以北呢是不到30度的，所以温差之下你出门的话呢也要加件薄外套喽。那么其他地区则是有31度左右的高温。接下来的降雨呢，可以带您来看到今天清晨这段时间哦，锋面逐渐的靠近中部以北的地方呢，像是这个花东还有屏东的恒春半岛呢，有台风远离过程，这个迎锋面会有降雨，要注意锋面通过，这水汽量其实是稍微增加的。另外是呢，各地的山区都会是降雨的热区，而到了晚上换成东北季风增强喽，这迎锋面的降雨，像是宜兰啦，还有东北方这一带还是比较明显的。再带你看到是下个星期是连假的后半段了，周一跟周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温度会凉一些，一直到假期结束的时候，天气都是不稳定的，而东北部还有桃园以北是短暂的降雨，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地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，同样在恒春半岛也是会有大雨的。而到了下个星期三的时候，也是连假结束的时候了，依旧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不过呢水汽减少，所以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雨之外，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。中午过后呢，要比较留意的就是午后雷阵雨发生，还有就是日夜的温差大，要多件衣服咯。今天如果你要往北或者是往东走的话呢，要注意会有一些降雨的，尤其台风远离过程水汽变多，这迎风面呢都会有阵雨发生，如果往南部走的话相对舒适，只是说要注意零星的降雨咯。再看到各地的详细温度，北部地区25到29度，天气阴阴的，中部地区25到32度，大部分晴时多云，南部地区25到32度，还是很热哦。宜花东25到30度，外岛地区是21到28度。以上最新的天气资讯也提供给您参考。我是李怡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，将撼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